那我们就要顺序讲。那我非常的期待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其实离开，就中港台的地区表演，这是第一次，就是包括新马，就是华人地区以外，这是第一次的表演，所以我非常的期待这样子。对，我好开心哦，因为我回到家乡，然后可以看到朋友。我6月份才回去的，然后也是去拍一些专辑的东西，所以这次还有机会回去再完成我一些别的工作，然后就很荣幸有被邀请去参加这个 CMJ，会带最好的、最棒的演出，到时候期待。像我说，其实因为我不太确定当晚是说哦，就是他是专门是说华人来观看，还是说他是就是音乐季实际的，就是说大家都来，我不太确定他的形式是怎么样的。那这样的话，的确是还蛮令人就是兴奋的，对，对，那就是因为我觉得，当然我是不希望说哦，这个表演是说哦，他就是 specifically 就是专门是。为了在当地的华人而表演，就是我希望说我们的水准也，其实对啊，我觉得台湾其实有很多很有品质的音乐，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去，就是在国际舞台上。那所以这次去就是希望也可以，就是让全世界人看到。我们不是只卖电脑的这样子，对。我安排了一些，因为我小时候在那边长大，我们会听一些经典歌。然后我有把一些他们的技巧包括进去我的这次的演出，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场地应该会还蛮兴奋的，会打破它，对，打破他们影像，对。三个人第一次见面吗？之前有对彼此的歌曲熟悉这个我第一次见到 Joanna，对，我有遇过DJ Noodles，因为一些场表演的时候，对，都有碰过，所以都还蛮熟的，有一些。那刚说两我位刚都刚有是认英识一下。文，就是英文交谈那个 Noodles。哦，那时候他还没到，对，我们没有罪恶感这样子。我觉得他的衣服算是很酷，然后是另外一种酷，然后我觉得只要是配上个性就可以，因为我觉得都达到，是他设计是很特别，然后我风格也是走比较特别的，其实都可以。那你就可以现场穿的比较高跟鞋。对，我不习惯穿高跟鞋，可是今天就特别想摆一个样子。就是我以前都是做时装秀或者是锤秀，但是第一次就是那么大规模的跟音乐人合作。那之前跟 S.H.E 也有合作过嘛，但是为他们演唱会的服装或是就是这样表演的服装还是第一次这样。那我也还蛮兴奋的。